Hello，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天天杨若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巴黎卡诗天猫官方旗舰店，好久不见。那今天的活动呢，除了给大家带来庆澈控油高炉底的我们全新单品啊，我们的自在洗发凝露，还为大家邀请到了超人气的嘉宾，那具体是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啊，是你们期待已久的七位集热血与阳光一身的少年，掌声有请我们的时代少年团，也是我们的卡诗品牌形象代言人，欢迎。先请各位和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问个好。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欢迎欢迎。然后也请大家啊，逐一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欢迎小马。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丁成新，欢迎小丁。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欢迎小宋。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刘文。欢迎小刘。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欢迎张真源。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欢迎浩翔。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欢迎小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巴黎卡诗形象代言人。好，那么也非常久不见了啊，现在也是我们正值暑假啊，所以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和咱们都很好奇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忙些什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录我们的专辑。哎，是的，是的，对，一直在期待啊。嗯，还有什么？打篮球呗，打篮球，锻炼身体有氧什么的。对、啊、是，有空也看看电影啥的。哎，充充电、啊、是吧，骑骑车。哎，没错。那么啊，看来这个暑假都过得非常的精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带领大家一起准备了一系列的挑战环节。好，有没有信心啊？有有有 ，Go 啊！准备很多的福利。好，那非常期待今天我们的互动挑战啊。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卡诗现在重磅推出了一款啊洁发革新，而且拥有细胞级净澈科技的全新卡诗自在洗发凝露、哦、也放在我们的身边，相信大家这两天已经在体验了，对不对？是的，对、啊、很厉害，我们可以实现高颅顶，然后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油性头皮啊，解决很多的问题，实现我们的这个头皮的水油平衡，还可以控油、水润、净泻、止痒和舒缓啊，非常的厉害。所以今天呢，我们这场活动会和我们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们一起来感受我们卡诗这一款自在洗发凝露的魅力。所以呢，啊，介绍一下这个整体的流程啊，非常简单，一共会有三个环节。那每个环节里面呢，会有几个游戏，在完成游戏里面所有的挑战之后呢，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惊喜的扭蛋，也为我们的幸运观众们来抽取我们的心动礼品。是的。但是啊、哦、如果说这个游戏挑战失败的话，我们的成员呢、嗯、也会有一些小惩罚、哦、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啊加油啊。那清楚了吗？清楚了，清楚了。好，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净澈之旅、哦、那第一个游戏我们的名字叫做精准狙击、哦、啊，非常刺激。也请大家首先移动到我们的这个互动体验区，有请。好，好，好，这边请。精准射击，耶！哇哦，好高级的感觉。哇哦！对，咱们今天啊，巴黎卡诗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这个游戏环节啊。哇哦！好，我们中间请来，我们站好一条线，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的小规则啊。好，这边有一个LED 面板、嗯、啊，很高级的屏幕 啊， 啊，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卡诗自在洗发凝露呢，拥有细胞级的一个净澈的科技，所以这一轮呢，我们要需要用到的是我们这个能量狙击枪，嗯，然后瞄准我们屏幕上持续掉落的我们卡诗自在洗发凝露的一些功效，然后通过这个能量射线将其击中。啊，击中一个可以记得十分，哇、哦！但如果我们屏幕上还会掉落一些其他东西，一些干扰的因素。啊、如果击中其他的话呢，你们要会被扣掉十分。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考你们反应的时候到了，好，好不好？那每个人会有30秒的时间。好啊，分数最落后的三位会有惩罚，哦、好不好？在、okay, 准备的时候，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一下我们的这个啊酷炫的护目镜，射击游戏给到大家。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来吧，来吧。对，我就说那我们有一点问题了，射击我迫不及待了，对，有一点压力的体验还是认真的，大家分发一下啊。就拿第一分分钟的事儿啊，是吗？没有一点压力。那谁第一个来挑战？丁哥吧，还有丁哥吧，哥吧，好，丁哥，丁哥，来到我们，我去，他们都吓坏了。来吧，丁哥，来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室，赶紧吓坏我。好，来，其他成员，我们站回到这边。把我们的这个能量枪啊，来，所有人听好了，我们以这个丁哥为例啊，
等等等等，我们站到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先摆一个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场景的帅气的 pose， 好不好？来一个卡诗战士的感觉，好不好？帅一点。 OK， 那我们马上游戏开始哦，三二一，第一轮开始。哇，哎呀，他就错了，我只是你刚已经四分了。好的，应该这属性还挺可以的。哎哎哎，差一点点，就这个，呀呀呀呀，就这个，小心小心小心，这个王者啊！哎哎哎哎，怎么回事？哎，导演，哎，你不要移动太快，对对对对，哎，我们这个能量需要持续一些时间。他是歪的，你在玩什么？原来马哥不是，他是歪的。原来马哥挺强的，我是不是挺强的？你这说是不是六十了？哇，他是歪的。OK OK OK， 什么感受？专业。第一个挑战没关系，我懂，不是，我知道你很急，你先别急，马哥来吧，马哥来吧，下一位，下一位，不想吓到大家，好好，可以可以，其实不错了，马哥是高手啊，170嘛，妥妥的，马哥在开始前来一个，来一个高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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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狮战士的招牌动作，马哥太厉害了吧，马哥，马哥准备好了吗？好，好，三二一，开始，马哥来个500分吧，呀，可以啊，马哥。哎，已经积了两个功效了，长效控制非常好，跑人再来一个，头皮健康。哎呀，不及格！哎呀，好鞋呀，马哥头发是真好。哎呀！小马发生了什么？什么呀？太尴尬了，马哥，耳朵都红了。我知道你很急，我知道你先别急，我知道你很急。要不给大家解释一下发生了啥？刚刚越打越歪，我的枪打到那个墙上反弹过去的。我都闭着眼睛，是这样的，给他一个特写。哎，马佳琪那个耳朵都红了，我能闭着眼睛玩现在。别，都别说这种话，再上头不进，再轻一点。我有点晃，有点晕。哦，你怕这个会影响你的战绩？对，太影响了。我闭着眼睛玩都行。那行吧，允许你吧。那你要来一个超级帅气的 pose。还几投？20分吧。好，可以开始了，来喽。来吧来吧，来，那给你一个110，什么？开始，30秒计时，打，稳一点，稳一点，哎，记得十分，头皮保持。哎呦，开了，好稳，好稳，关了吗？没意思。哎呦，哎，哎呦，开了，开了，够了，哎，呀就很注意守护这个头发健康。哇，80，哎呀，我来试一下，天蝎最高，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有什么经验分享？那个经验分析就是闭着眼睛玩。你刚刚闭眼了吗？没闭。凡尔赛，凡尔赛，下一位，来，我有，好，小刘，至少怎么说？80分，至少喝杯牛奶，可以。先来个帅气的 pose 来开启场。耀文，先喝牛奶。好，来对着那边来一个。来，要不然你这样就打不准了。跟你直接睡了得了。好，三二一，开始。睡觉了。哎呀，稳一点，可以，可以。但无妨，还可以。对，稍微往上稳一点。好，加油啊！对，对着镜看。哎，慢一点，越慢越好。好，50了。哇，好，已经比马哥高了，这都行，可以了。70了。哎呀，差一点。需要再好，这是什么意思？可以吗？来啊，准备好了，三二一，开始。不是，这个有点难。哎呀，慢一点。哎呀，哦，行，可以，分的。要先关了吧？它有一个窍门，就是一直。哎呀，我没按啊。不用按呀。他电脑帮你摁了。对。哇！开了吗？开了哇，三位数，全在中间，他这个不
算啊，开了开了开了，绝对开了，130，全在中间，150。哇，150是怎么玩的呀？一个底仨是吧？你算来的。可以可以，三个，怎么算啊？太菜了，我来打过你。别能超过我吗？张元，好神奇啊，150分，好厉害！来个帅气的 pose， 先来个帅气的 pose。哦，给我一个渠道。可以可以。哇，要找代打吗？可以可以。你就跟我玩，三个，匍匐前进。好，3、2、1，开始。三个找不着代打，找个不好。三个往右边走。哎，呜，哎呦。哎呦，这反应速度好快！哎呦，哎呦，哎呦！哇，这就是20，陀螺仪，陀螺仪，怎么回事？陀螺仪，好，已经50分了。好，可以。哎呦，好，头皮微微，长笑，纳斯没有。哎呀，哎呀，大家，我建议你们啊，要多多了解一下我们的功效。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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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用到这些功效，不了。对，啊啊。来，那个了不了一点，哎呀，可以，100分，哎呀，100，可以可以可以，满分呀，我这满分超多了，小贺进游戏了，终结游戏，小贺进游戏了，小贺对自己有信心吗？啊，觉得自己多少分啊？100到160去吧。哦呦，来个帅气，单手吗？单手，请问是睡醒了没？睡醒没？睡醒了，用脚玩呗，单手，负160是吧？帅气的 pose 开启，睡醒没？哇，我很期待打 OK， 好，准备一下，准备一下，预备3、2、1，开始。那个把他的球都放，单手都不在了，单手都没有，你的准心跟常人不一样啊。不如你的准心，还没控制，完全不一样。好，40，啥？不错不错不错，这也输了，来60了，其实有望突破100。好，保护屏障，头皮保湿很好。结束了，好，我们稳住啊！120吗？我赢了！大家现在全在中间。浩哥，哎呦，可以，不错，不错，三位数，三位数，可以，可以，可以。好，那来，请我们回到我们原位啊！来，把这个枪给我吧。挑战完成，很厉害，是不是？好，请三位来到我们舞台中央。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接受我们的小惩罚，小惩罚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很简单啊，还是很友好的，是我们的 emoji 拍照大挑战啊。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屏幕滚动到我们的 emoji 屏幕。好喜欢做惩罚呀。对，来，我们一起倒数三个数好不好？来，3、2、1，停。啊，这个简单，哈欠，这个简单，感觉现在非演绎的非常好，这个表情，自然吧。好，牛的。第二个，第二个，3、2、1，是啥？这好适合耀文呀，很适合耀文哦。来一个，非常好，非常好，非常不错。来，好，再来一个，3、2、1，哎，这个也不错，好简单哦。哎，可以，挑战完成。好，请我们的时代少年团回到我们的休息区，来，有请有请有请。没错，那么刚刚呢，带领大家体验的是我们卡诗自在洗发凝露的这个精准狙击啊。那相信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净澈科技有全新的了解，对不对？是的，对，对一点。是，我想问一下啊，你看，其实我们开播也蛮久了，大家现在的这个发型还保持得非常好啊，所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平时这个维持高颅顶的秘诀吗？应该是马哥说吧。那平时肯定就是用卡诗自在洗发凝露啊，是的，对对对，因为用这个洗头发可以让发型清爽又很蓬松，就是真是压不塌的这种感觉。对哦，就是做造型会很方便。是的，是的，而且就像我这种头比较油的，用很舒服。而且夏天其实很容易出汗出油，对，特别油去屑，是的，都很任何时候都会很。是的，我们刚刚其实通过那个游戏也看到它很多的功效，是不是？对的，是。好，你看，就算有运动，就算我们现在什么高温啊、潮湿的天气，都可以保持非常自然、持久的这样一个非常干爽的一个发质哈、发型，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有一个有趣的互动挑战了啊！我们会，既然今天大家这个发型这么好看啊，所以接下来呢，就请我们时代少年团的各位给大家拍一组这个高颅顶的时尚大片，你看。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我们卡诗给大家准备的这样非常好看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接下来呢，大家要逐个来到我这边进行这个大片的摆拍啊，所以接下来大家准备好截图了哈。好，首先请我们的小马登场 ，OK， 马哥走步了，来一个3秒钟，时尚大片的拍摄，有请。哇哦，
哎，真的压不倒啊，这个高颅顶。感谢。怎么压都压不塌呢？好的，接下来继续下一位出场。丁哥好帅！哇，上场的是我们的丁哥，哇，走路带风啊！马哥也很帅、啊、空气刘海，马哥巨帅，就像那种马后炮，就不要信。哎，这个发型真的有，马哥好帅，有。马哥，谢谢小丁，快，小宋快去。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宋亚轩，哇，会摆出什么样让大家？哎、啊，走过了，走过了，回去一点。哦，对，对，宋亚轩好帅，这算来一个个性化的大片拍摄，对。哇哇哦！你是想表达什么？但这个情绪状态就无人能及。哇，对，蓬松自在，而且我们的这个香气是吧？自在的感觉，氛围感。亚轩在飞，谢谢。飞飞走，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刘，小刘新发型啊。对，来。哇、wow ，亚文很有 style 啊。可以的，可以的，一种氛围感。好，继续，有我们的真源。哇、wow, 来了真源，呜呼。张哥真的，刚刚这样折腾，这个高颅顶都完全不带变的啊！哇，帅气帅气！看我这个，这是什么？在表达什么？随便压是吗 ？OK， 谢谢谢谢真源，来吧，浩翔，我来了我来了。虽然，但是我真没想好自己摆什么造型啊！来发挥一下，没有，我准备摆一个，真的很棒哎，夸张一点的吗？能看出来这是个 K 吗？来给他一个全身，哎，可以的，哎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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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个舞呗 ，OK OK， 谢谢谢谢，好强啊，好强，小鹤舞跳一个，时尚大片来吧，哇，再弹一下吧，思考的状态吧，一定弹一下。OK OK， 果然张张高颅顶，感谢时代少年团啊，完成了这个时尚大片的拍摄。好，那接下来呢，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这个下一个游戏环节，也非常好玩啊。最近我们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有个词很火，叫多边形战士，是的，听说过吧？哎呦，有吗？我是啊，你也是多边形战士啊，没错。所以你们是我们啊这个巴黎卡诗的形象代言人嘛？我们卡诗的这一款啊自在洗发凝露也是洗发水界的多边形战士。哇哦，哇哦！那所以接下来要测试你们的这个默契，还有反应能力，以及对我们这一款多边形战士洗发水的这个了解。所以接下来我们移步到我们的左侧的游戏区，好，再来下一个挑战。好嘞，有请。好，准备好两个题板了。什么、啊？为什么有气球？哎，是不是？哇，说兄弟好厉害。对，那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就和这个多边形战士是有关的啊。那这边我们的题板上面会有一些场景和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对不对？啊，对的，对的。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用我们这一款卡诗自在洗发凝露的哪个功效去解决它呢？啊，需要你们进行一系列的判断。那而且还没有那么简单哦，因为我们看到那边有气球，对不对？嗯，我们需要两两运输啊，把我们这样一个功效运输到我们这边。好的，没听说过。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我们的成员先来一个，你们分队，对，分队，北北北，要啊，就是这个啊，来，分队哦，北新北北漂儿子北，会三人一组，白一组，白就这样了，北北漂儿子北。哎哎，没有没有没有，手背嘛，对，脚背嘛，哎呀，我先淘汰。北新北北漂儿子北，哎，你去，我们三，我们三，我们三个，刚好刚好，四个，好，很好很好。那我们就四人组先来，好不好？好啊，好啊。四人组先到我们那边准备一下，三人组在这边稍后稍后。对，规则是这样的啊，听我说好了，每一轮我们上场的人不能一样啊。然后我们用到的姿势也不能一样啊，姿势有一个要求，就是身体的任意部分两次不能重复，且不能用到手，好，不能用到就是肘关节以下的部分，一直要接触着吗？对，一直要接触着运输这个气球，然后同时要把正确答案运到对面。太简单了吧，太简单了吧。所以那我们每一组啊是有两分钟的时间，看看哪边能够运过去的答案越多就为获胜，输的也要这个接受惩罚。没问题，我已经好，那计时开始。首先第一题，我已经摆好了。如何
出游如何拿捏手臂和手臂是吗？这是没有手臂啊，没有手臂，这一这一手臂和身体。错了错了，来来，不能掉啊，不能掉啊。蛋了，好，好，第二题换人换人，你们俩来吧。我们俩来。第二题是什么？头皮出油太严重怎么办啊？走走走走走，哪个功效呢？控油啊，屁股和屁股。好，但是大哥等一下，他要掉了，他要掉了，有点这不能掉啊，不能掉啊，要运回来啊，运回来啊！哎，谁来谁和谁？我来，我来，好，你们俩来。那哎，这个这个谁认谁认谁？不知道怎么掉下来了，不要用手啊，没有用手，手不能动啊。好的，好，最后四十秒，都错了，全部开了吧？再是什么？我们要说一说这个问题，不是啊，换季头皮闹情绪，总是干燥发痒，怎么办呢？用到的是舒缓的舒缓的。马哥，马哥，我跟你走。好，那我们拿第一个，不可以重复，刚刚这个位置不可以重复，你们要换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用过了，这个也用过了，头，对，哎，可以可以可以，舒缓舒缓是啥？舒缓是第几个来着？第六个，倒数十五秒，快快。还有啥地方？走走走，你们两个要先说这个。你们六分全拿了。好 ，OK。五、四、走走走，三、二、一，耶，全拿。好，哇，完成的很好。哇，怎么？等等，我要先来。主要是了解，检查一下这个答案。太了解了。首先啊，出油蓬松露，啊，高颅顶功能是对的。然后第二个，出油严重，所以是控油也是对的。然后。如何拒绝我们的发丝干枯水润非常好啊，练习要活力满满，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头皮清爽，关键是静息，不能有头屑，对，哎，很重要。干痒怎么办？要止痒，止痒，对，敏感头皮是敏感头皮，我自己舒缓，哎，很好，哎，全对，太强了吧。好，不愧是我们四人。那接下来压力给到这边啊，太简单了，然后把那放回来吧，来吧，你们来吧，是吧，我们把那个拿回来，我们换一个。哦，没压力的呀，还不一样，不一样的哦，真的不一样的哦，不一样的哦，干什么干什么，乱给是吧？是吧？没办法，我是这样的。哇，请其他几位回到我们的那边，回到那边，回到那边，很简单啊。所以说后面有来了，来开始了，怎么来？什么？你们组好队，我们就马上开始了，计时喽。好，可以，开始吧。你们俩先走呗，走吧。好，来，三，你们俩先走呗。好。怎么照顾一下？对，来啊，要每次都不同是吧？对，三都不同。二一，开始。第一题，拿第一题，我帮你们拿，我帮你们拿。你不是随便拿的，你要看。第一题是这个，第一题是这个。无油无虑，他们已经无油无虑肯定是有境界啊，无油无虑肯定是控油啊，控油。我来帮你们拿这个吧，来，来吧，走吧，无油无油。手，你们注意点时间，已经半分钟过去了。哇，我们被坑了，我放那边啊，放那个二那边。不能掉啊！好，我提醒第二组啊，掉了呀，兄弟，注意时间啊！赶快，赶快，赶快！等他妈回来，游戏时间一半已经过去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哦，你们真的是不紧不慢啊，朋友们。好，第二组，第二组，第二组，出发。第二组，你们两个，两个，选一题，选一题。第二组，我替你们着急，你们俩快，舒缓，哎，舒缓，舒缓，这个吧，应该是这个吧。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对对对对，面对面，舒缓，然后玩的好开心。舒缓是这个吧？是这个，加油，那我们想想第三题是吧？这是二，这是三，这是二，好，这是二十秒，这是几？这三，这三，二，这是几？三，二，三，你是队友吗？告别戏，你自动变成头包脸发型，十。九啊七，快点啊！六，三个是，哎呀，不用玩了呀，长豆，快再来一个，四，哎，选完了，舒缓，舒缓，再给他们加二十秒，三，二，一，犯规了啊，拿手了，好，再加二十秒，时间到，我来看一看答案，为什么？你们这时间怎么过这么慢呀？啊，这么快呀？这么慢？什么时间啊？回来吧，回来吧。你们是不是第一轮太悠哉悠哉了？是我时间管理太差了吗？这个应该是舒缓了，这个是舒缓，还错了一题，错了一题，还拿错一题，好。所以接下来啊，我们邀请这个三人一队的你们三个出列。我们要进行这个惩罚了啊！我们看看这次的惩罚是什么啊？好，我会给出三个场景，听好了啊。那每个场景呢，每个人要说三个字，不能多也不能少，组成一个，不能有语病，且要符合逻辑。
符合这个场景的故事。有时间限时吗？没有时间限时。那我们想两天吧。来，第一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啊，大学生活，你先开始吧，就让你一个开始大学生活。三个字是吧？对，吃早饭。你要接下去哦，这是开头了，故事的开头是吃早饭。饭好吃。吃早饭。饭好吃，这是一个句子吗？普通的，这已经有语病了，句子啊，不是说往连下来，快点，不是我们只玩三个字的游戏，一个合逻辑的句子，是不是最后一个字加那个饭好吃，再来一次，吃的饱，出来啊，出来啊，宝宝，吃早饭是吧？对，宝宝好，宝宝，吃早饭的时候，可以，太强了，吃早饭的时候，对，再加三个字，没付钱。哎，吃早饭的时候没付钱。吃早饭的时候没付钱，可以，可以，成立。就没了。好，第二个场景，第二场景，演唱会。哎，演唱会。那从小贺开始这次。买门票的时候没付钱。哎，有了，不行，但是被张俊元逮到了。啊，张俊元送了一张。可以，来吧，你先第一个字。升降台，哦，特别的，大大大，升降台特别的，大大大，特别的高，特别的人，特别的啥，高大上，特别的高大上，高大上，好，这个通力合作啊，也算你们成功了，OK， 惩罚完成，请大家回到我们的这个休息区，耶。好的，恭喜弟弟们啊，完成了我们这个环节的游戏。那接下来呢，卡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奖励要送到给大家。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卡诗的自在洗发凝露里面蕴含着细胞级的净澈科技能量。那正好你看我旁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扭蛋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里面放置的扭蛋是不是很像我们的细胞能量。那今晚呢，我们的时代少年团就会用这一款神奇的扭蛋机给大家抽取心动礼品。那在抽取礼品之前呢，我先来说一下规则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想拿到我们的心动礼品的话，一定要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按钮来关注我们的卡诗官方旗舰店，同时点击我们右侧入会图标成为我们卡诗官方旗舰店的会员，最后分享我们的活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那每轮抽奖呢会在10分钟之后自动开奖，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会给我们抽取到什么样的大礼吧。所以接下来我要派出两位队员来和我完成第一阶段的扭蛋环节，蛋谁来？我要扭蛋。好，那就赫尔跟张队，赫尔跟张哥吧。你们再来一个，赫尔好，一人扭蛋吗？揭开来，那一人扭一个。张哥最喜欢扭蛋了，扭了。好，先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第一个抽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第四代山茶花护发精油，这个哇，对，也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发质的啊，什么长发呀，什么分叉呀，都可以用它，太棒了吧。好，接下来你再来抽一个，过来扭吧，过来扭一个，我会边扭边扭蛋，边扭边扭蛋，刚刚会说话的，扭一个，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白金洗发水，哦，这个是任何发质都可以用的。白金洗发水可以让你非常的丰盈蓬松，告别什么细软塌啊。好，所以这一轮你看我们抽到什么就送什么，我们的心动好礼就是我们的第四代山茶花护发精油以及我们的白金洗发水，都是我们巴黎卡诗非常好用的两款产品。太好了吧，太好了吧。好，幸运的观众呢将随机获得我们以上奖品的任意一样啊，以及我们活动现场的这个同款扭蛋机，好不好？好，十分钟之后开奖，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好，感谢两位，感谢两位。如果说任何人想 get 我们这个同款的扭蛋机呢，也可以去我们的官方旗舰店啊下单啊，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我们的同款扭蛋机啊。是的。好，那这个抽奖环节就结束了啊，记得啊不要走开，十分钟之后开奖啊，那千万不要错过。之后我们还有两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感觉至上。哎，你看我们在购买产品之后呢，会考虑这个功效之外，会很在意这个产品的使用体验，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环节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实验，好不好？来看到我们面前啊，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大泡机，还有这个烧杯，以及我们这一款啊明星产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这样吧，先在我们手上挤出一些我们这款明星产品，好不好？挤出一下我们这个自在洗发凝露，然后上手来感觉一下啊。哇，好香啊！什么感受？给大家分享一下。哇，
这颜色也好好看啊，好香，真的吗？很清新的香，很清新是吧？调香很清新，还有呢？而且它看着有点像果冻，像果冻是吧？小梨状啊，很清透。想现在就开始洗头，现在开始洗头，给我们直播加大了难度。还有什么感受？我就是觉得用完这个，第二天去什么大街上或者学校的时候，我都会在别人面前，就试掉一下，让他好好闻一闻。好，擦掉之后看看什么样的感觉，试一下。擦掉。擦掉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哎呦，颗粒感。对，擦掉。对，擦一下。还有果香、啊。擦完之后，还有看是不是对。就像我们洗完头之后什么香哎，茉莉的香味，很润，哇，真的很香，是不是还有种清凉的感觉？对对，是的，你看，因为里面有我们很多好用的东西啊，比方说我们是一个凝露的质地，而且里面呢有三大的有效成分，可以让我们深层的补水，护肤级的这个角鲨烷，还有摩洛哥超微的一个坚果籽，还有地中海微米级的杏仁珠、所以给我们比方说调香啊，到这个肤感啊，到留香啊，都非常给力啊，所以。那看来大家体验完我们这个产品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好、啊、已经开始玩起来了。对，没错，前面每个人有一个烧杯啊，把它拿好，然后用我们这个打泡器，接下来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进行，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手，也可以用这个专业的仪器，也可以任何方法进行打泡，然后看看一分钟之后谁打的泡在手上可以堆积出最高的这个高度。好嘞啊，那这个高度最矮的那一位试做失败，要接受我们本轮的惩罚，好不好？哎，你们是三档吗？哇，好香啊，这个味道，好厉害啊！我不是三档，你可以把它调到最高一档。我就是最高一档。来看看大家现在打的怎么样？每个人打的都很不一样啊。对，你是这个是触底打法，这个是哎，这个很会打哦。平时在家是不是有这个烘焙的习惯？你天天在打这个吧？天天打是不是？奶盖先生，而且大家你看前面其实都有这一款，我们自在。洗发凝露，大家可以再往里加一些啊，你提示一下。来，给我加点，加一些吗？为啥打不起来了？加，全部加，还可以加吗？好了，哎，呦 ，sorry， 加开挂呀，他这个，我也要开个挂。那丁哥直接往里拌了。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你这个有这个蛋糕的感觉了。加油，你可以多拿一点。朋友们，我们目的要把这个泡打得高啊，挪到手上，好不好？最后三十秒的时间，来啊，见识一下。好，五、四、三、二、一，停。好，不许动了。然后现在利用你们那个杯子里的泡泡，现在堆到你们的某一只手上。哎，这个先关，打到你自己脸上了。对。看看谁的手上对可以堆起最高的高度，要堆在手上吗？对，堆在手上啊。哇，对，我连着我感觉挤这么多了。哇，我这个下不来了，怎么样？这个叫什么挂壁了是吗？我这个下不来了怎么办？那你打得好、啊。等一下，我这个巨多，好吧？现在我看到，现在是小马还有我这个下不来了。小刘现在比较高。啊，我不高吗？你不太高，我再这样倒一下呢。现在小张打的是挂壁了都，这够那个。我巨多，够稠的呀！结束了，你们都输了。哎，小贺的也高哎，好玩啊！没有多少啊。哎，你别擦呀，反正我刚刚看到你是蛮高的了。我这个 OK 吧？我这个高啊，你这个是比高度是吧？好，我们最后五秒钟啊，五、四、三、我等一下没到。等一下，等一下，一停。我看看现在，肉眼可见的我已经选出来了。哎，最高呀！在这里看一下呗。就是我们的小宋没跑了。不是我不高吗？最高啊！不是我说最矮的，其他人不要证明自己了。不对吧？小宋，是我这个怎么是一滩泥啊？小宋，你就是一滩，你这个没有高度，人家都起码起来了一点。哎，这样，就我这个很强吗？没有时间，你这个还不错。我这个很强啊。这样吧，我们在这个说到这个惩罚之前，我们先问问大家，这个泡沫上手是什么样的感觉？黏黏的，哦、很舒服，黏密是吗？感觉洗了跟奶油加多了，像奶油一样，好舒服而且你们现在也是可以，现在也是把它擦干净一下。对，你自己洗。哎，小刘已经开始洗起来了，什么样的感觉？哇，感觉很舒服啊！是的，因为我们这个。
绵密的泡沫啊，而且这个凝露的质地呢也非常特别啊，所以它能从这个根源改善各种问题。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惩罚环节啊。好，我们啊，那个请这个小宋来到我这边。小宋，哎，来到又是我，对，就来到这个位置吧。好，接下来你要进行的是撒娇三连拍啊啊，对，好不好？你就对着我们前方这个机位进行10秒钟的撒娇三连拍。好，把机位交给你啊，那边。好，来第一张。哎呀，可以可以。第二张。哎呀，好难受啊，好难受。来，小声撒娇三连拍。哟，可以。最后一个。好的，算你过关。好的啊，非常可爱的惩罚啊。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挑战了。我先问一问大家，你们的记忆力如何？特别好，666是不是？强。好，那我看你们能不能一次挑战成功，好不好？可以。来 ，Follow me， 跟我来到我们这个游戏区这边，请。好，好嘞。好，站定的时候，大家自己啊排一下这个位置，不一定离我越近就越好啊。对，大家可以自由组合一下位置。接下来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任务啊，我会给到你们手中一个卡诗自在洗发凝露。好，然后你们需要手持这款产品完成一个动作接龙。没问题，没问题啊。规则就是我们第一个人是一个动作，第二个人必须先把第一个人的动作重复了之后再加上一个动作。懂了啊，好，以此类推。好。所以大家要打乱一下顺序吗？不用，我想第一个，我第二个吧。这样吧，我规则就是我先给一个人，然后第二棒他直接交给谁？可以，他看他心情，来吧，好不好？我想第一个，嗯，交给你吧，我第二个吧，我第二个吧。小袁，来吧，我不想最后一个。来喽，我们给点音乐，记得住的。来，每一个出动作的来到我们舞台中央。当这个给了我手上的时候，第二个呗。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我的动作了，来。好，来第一个动作 ，OK， 交给第二个，带个律动的小刘。好的，好的，你看你交给谁哦，你可以选哦，就你呗。啊，林哥，嗯，加油啊，加油啊！这样是这样的，第三棒了，已经很关键哦，不可以提醒。来，这么搞笑，第一个动作，还有律动，你应该也比我更搞笑。然后第二个，OK， 林哥就自己加一个。哦，哎，好的，那么多呀，好，两次，你要穿给谁？好，小贺，可以，加油，小贺记得第一个吗？记得我，第一个啊，记得住，记得住，别，你们真的算黑，不能这样对我。第二个，可以，第三个什么来着 ？OK， 是吧？第四个，啊，第四个要自己加一个喽，再加一个，啊。还有这个，哎，给我了，好坏，好，下一个是我们的张哥来，张哥 ，OK， 音乐呀，啊，哎，这错了吧，错了吧，重新来，重新来，错了吧，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因为我来快了，就是他刚刚是想跳舞对吧？给你一次机会啊 ，OK， 第一个动作，然后第二个动作，你怎么也这样，天哥，第三个动作，然后左前，是的呀，往后，第四个动作。然后接上课，第五个动作，你的，啥？哇，这是几个动作？好狠啊！go. 最后压力给到马哥，马哥刚是第一个来的。好，我真的是，对我真好，谢谢你们。好的，翻第三个，好，目测也是对的。好，第四个是什么？贺的，第四个是什么？新报道。对吧？对，然后抬脚，抬脚，对，哎呀，错了，对的，我专门为他设计的动作，还有一个，这个给算你机会，又小，哎。你自己加的啥？你自己加的啥？哎呦！哎呀！再给一次机会，给一次机会，好机会！不行，给个机会！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给了你再对不对？不能提示了。对，好 ，OK。
不是，加一个，再加一个，不是，什么？加一套，加一套，哎，把那套加完，把那套加完，加一套。哎呀，哎呀，多来点，多来点。哎呀，那采访一下马哥，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是什么？为什么？马哥，快来呀、啊，马哥，来来，快来啊，马哥，别逃避、啊。马哥用眼神杀死我。马哥，记忆王，好，加油啊，加油、啊！挺好的，可以的，可以的。不知道，马奇可以的，来，第一个。对对、哦、对，可以，很好，敷衍，好敷衍、啊。好，敷衍的是什么？那个。喝着，喝着。哎，脚，对，反了，对对对对，哎，算过了，算过了，第五个。然后呢？完了。然后呢？那谁来着？圈圈，转圈。第五个是张哥，对。最难的。啊，对。哎，然后是孙亚轩那个。你以为对你难的对我、啊、要命的那个。别说话，你先过来再说。哎哎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快下去之后下去再起来，起来，下去之后再起来一点，然后起来之后扭屁股，半蹲扭屁股，半蹲半蹲扭屁股，不是啊，不是，哎，错了，不是这样扭的，这样，我知道了，我今天是过不去这茬的，不用管我对不对，惩罚我，不行，不行，看最后给你个机会，扭一下最后一个动作，对不对？扭一下最后一个动作，答对了你就是对输了，扭一下最后一个动作，先扭。对，起来之后，扭，再起来，再起来，再起来，你要在原地这么起来，起来，对，然后你要正面扭屁，正面，正面扭一下，正面扭一下，这么扭屁股，哎，对对对，正面，对，扭屁股，对，可以，扭反了，扭反了，再来一次，马哥，扭反，好了，好了，好了，算过关，算过关，很棒，很棒，很棒，太可爱了，我不想跟你急了，可爱的马，我都看不下去了，好，完成了这个动作，非常棒。我们回到我们的休息区，回到我们的休息区啊！来吧，马哥，这一轮你选一个和你一起来开扭蛋好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他自己掉出来了。对，你再找一位小伙伴，谁要来去和马哥开？小轩去吧，小轩，小松来吧，来一边一个，一人扭一个，扭行，拿了一个，好，你是从上面拿的还是？对，扭一下。刚刚讲和组谁开始啊？好，你看看里面是啥。第二轮心动礼品来喽，大家记得要好。哎呦，我们再扭一下吧，对，再扭一个好了。我最喜欢用这个了。好，我们看看小宋扭的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马哥的。好，你先看吧。好，是新项目。小宋的是这个，我们卡诗的黑钻洗发水，哎，它是修护和强韧啊的能力非常好。嗯，看看看小哥的。颜值很高哎，你咋了？哎，没有的话我们就再扭一个，非得送出来，对不对？再扭一个，这就是谢谢惠顾。是的，我们主打就是要给大家送好东西，帮我拿一下。下一个就出武器。哎啊，对，我听到了，就是要摇一摇，这个必须要有，对吧？可能有两个是吧？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什么特别好东西。哎，这是我们的卡诗。元气姜粉瓶，姜粉瓶，对，它是控油，而且蓬松的效果很好。我就在用这一款，这个真好用。对，我也用这个，我也想用这款，我是吧？我喜欢用小桑拿那款。所以啊，接下来这两位呢，获得的就是我们的哎黑钻洗发水以及元气姜粉瓶。好，那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后开奖啊，想要get同款的扭蛋机的。可以去我们的购买我们卡诗的这个产品，那这两位幸运朋友呢，就会随机获得里面的其中一样，以及我们的这个可爱的扭蛋机，好不好？ Yeah. 好，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十分钟之后开奖，我们还有最后一轮，还有各种这个好的东西送给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来，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心动清单。好，请大家回到我们的这个。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卡诗是专业的高端的美发专家，对不对？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头皮环境和发质来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卡诗产品啊。我知道这个夏天啊，大家这个守护头皮健康很不容易，所以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我们桌子上这个特别明星的产品之外，其他我们的产品，比方说我们刚刚送给大家这些福利，你们都有没有了解？有有比方说你们都用过哪些呢？比如说刚刚那个姜粉瓶啊，哦，姜粉瓶是吧？对啊，因为我确实在用它，对，就是因为它主要是很控油，特别是夏天，就是用起来就会很舒服，然后出去的时候啊，那个风一吹，然后它味道也很香，对，对，哦哟，对，强了吧描述的，还有那个双重洗发水，
三天可以不用洗头了，洗一次。真的吗？哎呦，对，嗯，看来都很了解，是不是？对，还有那个白金洗发水，洗完之后发就是头发非常非常的蓬松。哦呦，嗯，是的，那你看你们刚刚 Q 到的，现在已经哎变出了我面前了，哇，是不是？哇，什么水都非常好用。你看，首先是我们今天这个自在洗发凝露，很好用啊。然后这两款你看也是我自己在用的，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元气姜粉瓶还有元气姜奶瓶啊，对于这个控油和蓬松都很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哎自在洗发水也很好用，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金洗发水啊，这个是如果说你不是重油的话用它就已经很够了啊，健康头皮啊。然后这一款卡诗我们的这个双重洗发水啊，如果说你的发尾很干，发尾很干可以用它。然后我们的这个啊海盐蓝罐啊，这个都知道我们头皮也会堆积这个肺痨角质啊，我们要定期做这个深层清洁啊，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用它来给我们头皮做一个 SPA， 对不对？好，我刚刚介绍这些呢也不是白说的啊，看看你们有没有仔细听课了，因为接下来我们玩的这个挑战就要用到就是这些我们非常好用的产品以及它们的一些功效，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移步游戏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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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好，那请大家先站在我们那个排开一排，站在我们这个产品的后面。来来来来，对，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啊。好，大家都玩过这个抢凳子的游戏吧？玩过，玩过。对，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卡诗版的这个圆桌抢凳子，只不过呢抢的不是凳子啊，抢的是这些好用的、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卡诗的王牌产品。好啊，那我呢就会随机的说到一些场景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你们就要根据我这个线索，并且在绕圈的基础上，在我喊停的时候抢到这一款对应的产品。好，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好，那接下来我们大家就开始转时针绕起来。好的 ，OK， 我们给一些音乐啊。咱们不是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个场景，先听好啊，我说完三二一才可以抢啊。啊，哎呀，我好惨，我脱发，而且呢，我的头还有一点油，但是我同时还想成为发量王者，怎么办？三二一，发出了什么叫声啊？他抢走我手中，我抢到了，抢到了，怎么有这样的叫声？哎、说的太慢了，天哥。那个、okay. 那瓶本来在我手边，但是你又一直不停，我就只能往前走了。恭喜我们的小刘、小丁，然后小宋，还有小贺啊。没有啊。对，这就是我们的元气姜粉瓶，恭喜四位积得一分。OK， 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走啊。那个大家必须得走起来，快速的走起来，好不好？来，走起来。第二场景，有着细胞级的净澈科技，根源空油。而且还可以综合改善我们的头屑、头痒、泛红、敏感等多种问题的、一个很好用的，也是我们非常新的一款产品是什么？怎么开始了？我还没有说三二一，继续走啊！这个怎么不走啊？这个怎么不走啊？继续走，这个干什么？干什么？我得走，扣分了啊！大轩放回来，走起来，先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快快走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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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我刚刚走到这儿来了，好烦呀、啊！哎呀，我又有。你干什么？刚刚谁发出了那样的笑声？是谁？孙大叔是不是？你刚刚发生了什么？采访一下，你跟大家说，刚刚为什么要那么激动？我看他们都没看这瓶，然后我就抢了。哎，没有，我抢了呀，结果你手给我快一点。好，这一轮要恭喜是小丁是吧？对，小严、小宋还有小贺啊。对，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我们这一款。哇！好，归位，归位，快走，一定要走起来，先走，先走。哇，跟随我们音乐走起来。我不能输。好，哎呀，我的头发又软又塌，怎么办？三二一，没得抢。哎哎哎，不同的，有不同的，我们看看，先拿着手杖。他错了，拿错了，拿错了，可还行。好，没了，拿这个。恭喜小刘、小丁、小马，还有小张，哪有白金啊？咱还有多白金吗？白金洗发水啊，这什么操作啊？小袁，我觉得你是都要带回家是不是？我觉得以、啊、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赢得游戏比赛的胜利嘛。哦，也挺开心的，也挺开心的。对，还有一轮呢，放回去。好，最后一轮啊，大家努力一点，最后一轮胜利了。最后一轮，先摆好了，走起来，走起来。芝麻开门吗？
走起来啊、哦！一百秒拿小小丁怎么还藏着是吧？从那门里出来。好，我想定期给我的头皮做深层清洁，给我的头发加点盐。三二一，哎，没错，是我们的海盐蓝罐。真的，哎，怎么少了一个？没少。小丁，小丁，小张，小刘，还有小严，获得了这一轮的加分。好，好强啊我。恭喜大家，哎，都很厉害，哎，都没有，几乎没有答错的啊，几乎没有答错的。好，请大家回到我们后面站成一排，我看看现在的比分啊。我们积分排名在最后的三名成员会接受我们本轮的惩罚，他们是谁呢？好，我们看比分呢，有 好几位是同分，是不是？是，都是两分。然后马哥是一分，所以我们就获一分和两分的集体接受惩罚。那另外有一个是，一个是三分，还有四分的是你们两位，对不对？好，那这个惩罚就是你们五位一起来夸一夸这两位，哎，这两位哥，哎，让我们听听你们的心里话。好，一位一位来吧。好，先来吧，小严先来吧。夸一下丁哥，太棒了。没有，而且小严全程看着我说：“丁哥太棒了。”没有，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吗？这样夸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丁哥，我接受。好的，他这太棒了，指了我很多方面，太棒了，各种方面都很棒。好，老刘呢？真是棒。好，然后小刘的话就是太帅了。好的 ，OK，OK， 好。Okay, 好啊，来吧，马哥夸吧。马哥来，马哥。可以重复吗？可以，嗯，可以重复，但是你得换个语气，就会让别人觉得你不够注意发言。我来了，来，我来，我来，迫不及待了，我要，我可以一起夸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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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发质不错，哎呦，哇，可以，可以，发量很多。哇，我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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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浓密。哇，我呢，我呢，马哥，哎哎，也夸的是我俩，你很会选。你看我们三不站一起的，你不连站。好，我要夸一夸马哥，很会夸。好，下一位小贺，来吧，小贺，夸夸。我想一想，他是最会夸的，我真的不会。我先但是有了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哎呀，丁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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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你就是我的小精灵，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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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夸感觉不错，那这个演主持学的不错，打个样，来下一位，小松来打样，说来就来，哎呀，小松一摸下巴我就害怕，太胖了，太帅了，丁哥你真的，你犹如，你犹如天子下凡，好，除了好也说不出来别的了。好，到小刘了，你夸小刘。你别拿这套包我了。谁先来？你的鼻子我都可以做好阿姨了。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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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六六六。你的胖起来了，想的太久了。小张，通过这个卡诗的这个才是看大家啊，哇，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完美，大家都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完美。就是用了这个之后，我们都会变得更加完美。对，用了这个之后，就大家变得更加的完美。嗯，然后你看这个，跟皮肤跟和发质跟这个一样，非常的有非常的完美。好，掌声送给张哥，哇，很特别，很特别，很会夸。好的，谢谢谢谢，请大家回到我们的休息区。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开启了这个最后一轮的扭蛋环节。来吧，好，这轮是刚刚有哪三位没有参加？对，那我们就有三，对，其他三位我们来吧。来一起扭，对，一起扭一下，扭一个，对，一人扭一个，一人扭一个。那我先扭三个呀，双扭，我先扭。手表，好，看看是什么东西呢 ？OK， 摇一摇，我想看扭片了。好，都有啊，我们先丁哥开一开，开完什么呀？两个，我有两个，两哇，哦，大奖哎，我就一个，爆装备，好的，可以的，可以的，爆装备。你们开挂了吧。好，出俩大金。哇，小丁这边呢是黑钻洗发水以及我们的第四代山茶花护发精油。然后小刘这边的呢是我们的元气粉瓶以及啊依然是我们的第四代山茶花护发精油。然后我们浩翔的是
哎，针对我们这个受损秀发的我们这个双重洗发水啊，哇，所以压轴啊的确是这个重量级的礼物啊，也提前恭喜这十分钟之后获奖的三位朋友们啊，要是没有获得的话呢也不用灰心，因为如果说你也想获得我们这款可爱的卡诗同款扭蛋机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官方旗舰店进行下单，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了。好，那接下来呢再次掌声有请我们的时代少年团登场。哦吼！对，你看我们啊，今天的这一款啊，卡诗明星单品自在洗发凝露，这个1:1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形象也出现在我们这边了。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说拜拜之前，一起和他这个合影留念。好，对，那我们先来一个这个全家福版，好不好？好，我直接蹲地上了。全家福版，来吧，全家福版，我想坐，我坐这儿。好，对。我们可以一共可以拍三张啊，大家可以变换一下姿势。好，接下来第一张，耶耶。好，接下来第二张，哦耶耶。好，接下来第三张。OK， 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单人打卡环节。好。对，我们一位一位上来，再和我们这一款卡诗明星单品自在洗发凝露进行打卡。好，那我们就让马哥先来吧。好的，好，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好，谢谢。接下来请小丁。啊，谢谢，请。第一张，对，每个人自己 DIY 一下，第一张。第二张，哇哦，第三张，可以，谢谢，小宋，好，第一张，风格不太一样，第二张，再转，第三张，等等，哎呀，你干嘛呢？这个风格总是这么的奇特，谢谢，有趣，Thank you， 谢谢小宋，耀文，小刘。你在干什么？好，帅气。第二张，第三张，啊，可以可以，很会玩，好，谢谢。哇，少年张真言，大放异彩，来喽！你都给他掰烂了。OK， 第一张可爱，第二张做个 K 出来，刚刚还往后踢，我觉得。哎，这是第三张。三张，小心小心，张哥在杂技表演，完全不是。好，谢谢谢谢，不是看到标了，你看看直接给谢张哥，怎么学杂技去了？谢谢张哥，你咋都要掰一张？好，小严，第一张，第二张，他好，第三张，心意，没有心意，没有心，可爱，小心一点。小看了我们，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来，OK， 谢谢，笑死我，来小贺，哇哦，今天的真的很有趣，很有很有趣，来第一张，来点心意，来第一张，好，第二张，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了。跟他打卡，哦，来一些互动，对，对比方说他是你的搭档怎么样 ？OK， 第二张很好，来再来一张，最后一张，还有后空翻、侧手翻，搬回家了是不是？头在那边，头在那边，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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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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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大家，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好。对，是的，经历了什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做客我们卡诗这一次有一次的活动啊。对，那么在我们这个活动结束前啊，我们给大家说几句祝福的话好不好？好的，好，今天玩得非常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获得健康的头发的状况，自在快乐的享受每一天。对，好，谢谢，再次感谢时代少年团，也谢谢你们做客我们的卡诗啊，期待你们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舞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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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都有好的发质，好，
是的，那么最后也谢谢一直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活动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不见不散，拜拜。